节目又开始了，这次呢已经是第68期了。我们这次请的嘉宾还是老朋友，加州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宋永毅教授，他是文革研究专家。我们知道广西是文革重灾区，民众惨遭荼毒，不幸中之大幸啊，就是中央派遣工作组并责成广西自治区党委来进行调查。改组之后啊，广西自治区党委呢还算是很认真的，最后形成了篇幅浩瀚、史料详实的绝密的调查报告，有上千万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宋永毅教授呢和他的团队啊，以这些绝密的调查报告为基础，先后主编了去年我们出版了36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今年呢就是最近我们又出版了10卷续编，都是宋永毅教授和他的团队主编的。我们上次节目啊，曾经请宋教授根据这套史料介绍了广西文革的大屠杀，这次呢我们就想请宋教授介绍广西文革另一桩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罪行，就是性暴力。宋永毅教授您好。哎，您好，法林兄。我们就辛苦你啊，给我们再来介绍介绍这个文革的骇人听闻的这个罪行啊。这个上次啊，你跟我们已经介绍过一次，就是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的36卷和续编的10卷。但是呢，我们想请你这次开头啊，还是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尤其是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个书啊，一共46卷呢。46卷书已经证明了广西王，就是从这个中共建政初期就在广西主政的韦国清上将，他是开国上将，他在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呢，他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可以说是铁证如山，这个资料里面都可以说是历历在目啊。但是为什么他最后还能够是一个不倒翁？还能够安然无恙的寿终正寝，这个谜啊，我也想在第一个请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把这个都一起介绍一下。好，这个咱们先来谈一谈这个有关这个我们出的这个两套档案资料啊。那么这个两套的档案资料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材料？去年我们出的这个36卷的广西文机密档案资料呢，它是这个经过中央改组以后的广西新省委和中央派到那里去的工作组在一起啊，动员了10万干部，对每一个县进行了，就县级单位只要是都进行了完整的调查。每一个县级单位呢，它都有两套档案材料，一套呢就是这个大事记，大事记，也就是说它是按年月日来说明这个县发生了哪一些大事。第二套材料呢叫做大事件，那也就是说他挑这个县大概有50件大事情，比如说一月夺权了，发生人吃人了，普遍发生强奸案、性暴力了，这样的来具体的描述。那么这套材料呢，大概有700到800万字，分成36卷，它是党内机密的材料。整个当时广西呢，大概印了200多套。这个是我们去年出的这个36卷的档案材料。那么今年出的这个10卷呢？和它有一些不同，这个10卷包括这样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广西在文革结束以后啊，这个上访的人流啊，冲到中央，到中南海外面，就是不停的搞。你想，又是死将近15万到20万人，那些家属都要到那去。说一个是非，说一个明白，所以中央也不堪骚扰，所以不是说中央有意要到派广西这个到工作组，派了4次工作组。那当然，最后阵容最强大的是1981年和83年的工作组。1983年的工作组啊，
到达了七八十人之多，所以这个工作组的当时的这个军备的材料，就是那几个文件，将近20个文件，这个就是我们续编的第一卷第一部分材料。第二部分材料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去年我们编的36卷，就广西的新省委啊。除了他们出版了这个36卷的每一个县的大事件和大事迹以外呢，他们还出了一套5卷。这个5到6卷的这个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广西和全国清查运动，清查3种人的从中央到广西的重要文件汇编。这个恐怕100多万字，这个恐怕也是至今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的对这场清查运动最完整的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密文件汇编。那么最后那个几卷主要什么呢？最后那个几卷就是说，广西啊，它不仅仅是省一级的，它有具体的揭发的档案记录。他在一些省级单位和一些具体的县，他也有完整的记录，所以我们选的第一个是广西政协。那么广西政协那些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揭发材料、讨论的原始档案记录。第二个呢，是广西的一个重灾区，是上思县。这个上思县连续开了2个星期的会议，对这个文革中的那些问题进行揭发、排理线索。那么这些档案呢，我们也把它留下来。所以整个这个去年的这个36卷，今年的10卷，总共这个46卷的档案材料，可以说，在全国来说，没有一个省有那么完整的档案材料，最可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在海外出版。我们知道每一个省都有，就是说有一些文革的重灾区，像内蒙，它也有。但是可惜的是，那些材料都尘封在档案库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让老百姓有知情权。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情要说明的。就说是不是你看到这个46卷，你想在中国大陆的新华书店可以买到，根本没门儿。这个都是一些绝密的档案材料，就我们大家知道，就说这个就中共的文件来说啊，机密的要比内部的好，绝密的又比机密的好。那么如果说它公开出版的，一般来说，他对历史真实的含金量那就不大，所以我们的这个46卷，我们可以说啊，就是哪怕100年以后，你再研究文革、研究广西的文革，可以说这个46卷大概一个大致的历史真相就在这里了。我们回过头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韦国清不倒？那个我看完这个材料呢，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韦国清在这个文革中间啊，虽然说他基本上是一个文官，但实际上中央是把他当做军队干部来使用的，因为这个越南这个广西是越南的第一个后方嘛，当时的这个援越就是抗美援越战争啊，中国所进行的，在广西基本上是韦国清调度。当然，韦国清本人也在军内，他是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啊。对军队干部，这个中共啊，你可以看到文革中间他犯下再多罪行的，基本上中共是不处理。你比如举个例子，你像这个另一个杀人很厉害的，像滕海清中将六人党事件都是这样，最后这个蒙古人啊，在文革结束以后就跟中央要求说，
其他所有人都不要处理了，你们只要处理韦国清一个人，我们蒙古人就算了，我们蒙古死几十万人就算了。你说的，你刚才说的不是说错了，是韦国口误啊，是不是韦国清是滕海清？滕海清，我讲错了，滕海清两个清啊，容易搞错。两个清，对。这个结果中央考虑了以后，还是说这个军队干部啊，基本上是不处理的。你看，也就是说，中共为了保证他那个御林军啊，这个党的御林军，他军队干部一般不予处理。那么韦国清的情况还有一个特殊，什么特殊呢？他非但是不处理，他还升了官了。他最后怎么样？他还最后跑到这个政治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去做了主任。这个和党内的就是这个派系有关系。第一个呢，他基本上在军队来说，应当还是属于邓小平那个派系的人。此外呢，当时的军队的派系啊，正好也想用这样一个人。那么按照胡耀邦的说法，就觉得就是说，哎，中央把韦国清已经调开了吧，你们把那些事实都给挖掘出来了，也就算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犯罪，他接二连三的不会吸取教训，文革的做法他至今还在延续，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对一个犯了罪的高级干部有过认真的处理，他有认真处理的只不过是什么呢？是路线斗争。你比如说，你韦国清在这个运动初期，或者说刘少奇的问题上，或者说在林彪的问题上，他踩了线了，他站到林彪那里去，他站到刘少奇那里去，哪怕他没有这样的暴行，照样要处理，照样要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如果他的线跟的是对的，那么林彪问题他也是跟的对的啊，刘少奇问题他也不是刘少奇的人啊，他跟拍老毛的马屁拍得很厉害的，那这样呢，也就是说他就不会处理。不是，话说回来，就说句就说这个通俗的话，就只要不是狗咬狗，就不会处理到一般的走狗头上。韦国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广西的文革那些指挥杀人吃人的大量的军队负责干部，一般说来，凡是四级以上的都没有处理，都没有处理。明白了。那我下面这个问题啊，就是从这个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36卷和10卷续编来看的话，广西文革中的性暴力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根据您的研究，请谈一谈。啊，这个文革中间的性暴力呢，这个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课题，但是严重到广西这样的，据我所看的几亿字的这个文革的档案材料，那个大概广西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它那个程度呢也是令人发指的。那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在我们的36卷的，我不包括这个中央工作组的调查材料，就是广西这个大事件大事记有详细记载的这个性暴力的案件，我给他数了一下，是225例。那么涉及到的人数是多少呢？那你比如举个例子，你说军队指使连指，他打下了422的他的对立派的一个村子，然后把那个村子里面的妇女强奸，把村子里面的这个对立派的人杀光，只算一个案例，算一个案例，那就有225个案例，我大约估计一下呢，就涉及到上千人。这个在文革中间啊，那个可以说是非常少见，非常少见。那为什么说它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是基本上是首屈一指的呢？
我给它归纳的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个有组织的大屠杀中间的一个非组织行为的衍生物。那我讲它的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呢，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其他省市的文革也有这种现象。你比如说重庆两派武斗，结果抓了人了以后呢，也有就是对这个女俘虏进行侮辱，甚至强奸的现象。但这些非常个别，非常个别。而广西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已经有记载的。有225个案例，涉及上千人，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档案材料，这个1000多万字的档案材料，它不是一本男女关系大全啊，它不是专门记录男女关系的啊，它只不过是说这些性暴力中间涉及到了杀人，特别恶劣，他才把它记录一下。所以你可以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这么有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一个省市，在一段时间之内啊，就是说这个杀父，然后呢强奸女儿，杀妻，霸占这个啊杀父，霸占妻子，这种成为一种风气的，这个其他省市好像没有。第二个呢，你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是一种特殊的恶，为什么发生在文革中间啊？文革基本上在老百姓中间是极端的，这个性是极端的禁忌的。你想想看，这个稍微就写封什么信啊，或者说文革中间，以前有个什么男女，大家同这个都同意的，谈朋友啊，都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纠斗，甚至闹出人命来。但是在广西，经过大规模的发生那种强奸、轮奸的现象。那文革中间，大家知道，虽然说上层啊，他也是声色犬马。你比如说毛泽东在文革中间，这个搞女人也是搞得很坏，但是下层基本上还是知道的。下层还是搞那些清教徒的规则。最后一点，你大家必须清楚，就是说，这个中国历史上一般说来啊，是外患时期，也就是说，外面的人打进来了。你比如说，近的来说，抗日战争，啊，你南京大屠杀也是个南京大强奸的事件，对吧？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你远的说，元朝那个蒙古人打进来了。那个都是大规模的，使得这个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女性嘛，她受凌辱的事情。但是你发生在这个文革这样一个，并没有外患情况下，广西发生上千女性被强奸、被凌辱、被奸杀这种事情，很少见。最后要讲的是，就是说。哪怕韦国清这个人是个坏蛋，对吧？他直接指使或者是暗示他手下那些民兵军队对对立派422对地铺反坏右进行残杀，但是他没有下过命令说他下面那些人可以强奸妇女，他也并没有下过这种指示，那你就可以说，就是说。这个是一种特殊的恶，所以我给它归纳，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暴力行为，那个是韦国清组织的，但是它是一个非组织的恶的衍生物，所以从这个几个方面来看，就是说广西文革中间的大屠杀，非但在规模上，而且在情节上，都在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这个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大屠杀，就大屠杀而言，那可以说是有组织的；但是就性暴力而言的话呢，是一个非组织的特殊的暴力行为，是一个由这个有组织的大屠杀中间衍生出来的伴生的这个恶的这么一种现象，一种暴行。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那能不能请您的话呢，就再具体的讲一讲，因为我看到您在上次在这个日本明治大学的那个演讲当中谈到广西的性暴力案件呢，您谈到有三个特点，什么预设性、前置性啊，是吧？这个还有它的这些三个特点呢，能不能？我当时读了之后啊，我都觉得非常令人震惊。但是您呢是有理有据啊，您这三个特点都是从这些上千个受害者从这225例事例中间总结出来的，能不能请您详细的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好，我讲呢，我比较详细的讲一讲，因为这个事情呢，不是说十几个人啊，对吧？因为死的人恐怕并不多，但是情节之恶劣超乎我们的想象。我给他归纳的三个特点呢，第一个特点呢是讲他那种戕害的多重性，也就是说这个女性啊，她受到多重的残害。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种性暴力行为的这个前设性和预谋性，这个是第二个特点。这个第三个特点呢，是讲他的这个残虐性和变态性。那我想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好，第一个呢，我们先讲他的戕害的多重性。那么这个多重性呢，我觉得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含义就是说，对施害者来说，也就是说那些武装民兵啊，那些军人啊，啊那些这个莲子派的这个打手啊，他们不仅劫市，还要劫财，甚至谋财害命。你看，你对那个女性呢，你强奸了就强奸了，不是，他强奸了，常常还要把你家里的人杀光，甚至把你也杀光，最后他还要把你所有的财产呢，都给怎么样，都给占。那么这里面是有一个模式的，这个模式是什么呢？我给他总结也是很客观的，叫做杀父奸女，还有一个呢叫杀父奸妻模式，也就是说他要把你全家都搞掉，可以搞掉。当然这个你可以追溯到这个人类在没有开化时候和野兽一样的那个时期啊，这个战争中间常常是这样的，或者说这个蒙古人他还征服他们的女性作为战利品，这是我讲的多重性中间两这个戕害多重性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对被残害的女性来说，她们要承受的不仅仅是可以治愈的身体的创伤，还有什么呢？还有永远无法治愈的这个精神的创伤。那我想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谈，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啊。那个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中央工作组的调查中间啊，就发现就是这个罪行啊，最后呢胡耀邦呢一再说就是一出悲戏，不要多杀人，最后因为实在是名分太大，广西杀了10个人，30个人。这个10个被枪毙的人中间有3个人是强奸犯，那我就把这个三个强奸犯的情况介绍一下，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到什么程度啊。第一个呢是有一个叫王德堂，现役军人，他是广西凌云县的武装部的政委，而且呢后来成为广西凌云县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他被枪毙，你就可以看到怎么样，他就是像这个就是人类在未开化时期或者外族入侵时期，他非但要在政治上打败对手，还要把政治对手的妻子女儿都怎么样都占有。那么他在这个文革夺权中间啊，
三结合夺权嘛，军队是主要的嘛。他非但把当时的县委第一书记叫赵永熙，是一个烈士的儿子，给整死，他还占了他们家的妻子和儿女。根据他那个宣判书啊，这个宣判书啊，就说到怎么样呢？就说到呢，他被强奸的被害者的遗嘱有多少人呢？有数十人之多。你想想看，中间还包括三个女学生，这个是一个被强奸的军队，大概是一个团级干部到师级干部以上，他罪行再大，中共也就不处理了。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这个我们知道的就是有一个叫王建勋的，啊，他当时也是任这个副师级的干部，在宾阳县杀了多少人？他直接指挥军队杀的3500多人。结果在这个调查的时候，80年代宾阳县委啊给他的军队，他后来调到广东军区啊，广东这个后来在这个广东呢，当了广州的警备区的副司令少将，给他发了20几个文件，要叫他揪回来杀人偿命。军队根本就裁不裁他，我刚才说了，他还升了少将呢。那么这个人中共还愿意杀，因为他是一个团级干部。那么我刚才介绍是一个，另外两个人呢，第一个呢叫做李超文，第二个呢叫徐善富。这两个人基本上就是大队的这个民兵营长，那么当然也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平下中农委员会的什么主任。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说，他把为了要占据人家的女儿，他把人家全家都给杀掉，全家都给杀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李超文那个民兵营长，他先后诬陷归国华侨，这个归国华侨叫周恒志，说他藏有炸药，把他打成重伤，而且呢，持枪跑到他家里，以搜查为名强奸了这个周恒志的年仅16岁的女儿周慧妍。后来他为了防止周恒志及其家人的告发呢，他又把他们全家的男人全部杀掉。那么这样他就可以长期占据这个16岁的女孩了，对吧？所以这一类的案子啊，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斗争胜利以后，就占据人家的妻女作为什么呢？作为征服者的战利品，战利品。所以这类的例子很多，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这三个人枪毙，就是因为这类的案子。我刚才说的这个李超文也好，只不过是一个案子啊，就把人的兄弟、把人家的父亲都杀了，就为了占据这个16岁的漂亮女孩，只不过是一个案子啊。这些，所以这三个人呢，是就是说是正式枪毙的，而且是作为强奸犯枪毙的，这个是被枪毙的10个人中间的3个，那你就可以看30%了。那就是说，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胡耀邦才批枪毙10个人，中间3个人是强奸犯，那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啊，那么这个特点呢，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啊，就说一般说来啊，在农村的大屠杀结束以后，在广西呢，他常常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就是说，分粮啊，分肉，还有什么呢？分女人。分粮就是说，你这个家庭我全部杀了，就留女性，对吧？那么我呢，就把你的粮食全部吃光。一般他们是到他们家里面吃几天了。分这个家禽就是分肉，就是说你养的猪啊，你养的鸡啊，全部赶紧给吃了。最后一个分什么呢？就是分女人。
因为去参加那种暴行的，他常常是农村的二流子，虽然他也是武装民兵啊什么，那些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找不到老婆的。那么好，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采取，就说，你比如说你家里面地主的女儿啊，或者说是媳妇，他就跟你讲，就是说，哎，你要不呢就把你杀了，要不呢你转嫁，你转嫁呢嫁给谁呢？嫁给凶手了，嫁给凶手，啊，所以这个在广西啊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普遍现象。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1968年6月24号，广西金修县这个金修区长二公社，这个一个党支部书记和文革主任莫志光，那么他为了达到奸淫和霸占青年妇女莫秀云的目的，他就怎么样呢？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把这个莫秀云的丈夫和父亲都打死，然后又活埋了他的母亲莫女娇。那最后这个女的只有一个人了，对吧？然后呢他就这个占有了她。最后这个莫秀云是逃走的，因为不能忍受她长期被他占有，他就逃走。此外就是说，这个像天等县1968年3月有一个大屠杀叫祥源大屠杀，杀了这个村子里面很多人以后，就把村子里面的漂亮女人怎么样呢？就分给那些杀人凶手，就跟你讲得很清楚，就说你如果不接受你新的男人，你就一样死掉。那么当然了，也有不少妇女她非常烈性啊，那么她也是什么呢？她也就是说这个自杀，那一类的事情也很多。那么我刚才讲到一个精神的创伤，就发生在这类女性的身上。比如像上思县思阳公社有一个女的，她原来和她原来的这个老公呢关系很好，结果她的老公呢就被那些杀人凶手给杀死了，杀死了以后呢就强迫她嫁给一个杀人凶手。那么她当时呢也还年轻嘛，她也不知道这个杀人凶手实际上就是把她老公杀死的凶手。结了婚了，到68年的事情，等到80年代，就是说这个清查的时候，她都有两个儿子了。那么后来在清查中间就揭发出来说，这个她新的老公啊，原来就是为了霸占她，就把她的这个老原来那个她爱的老公杀死的杀人凶手。结果这个妇女啊就是被震惊的晕掉。结果你知道她做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她不能忍受这个心灵的创伤，她就把她和这个杀人凶手养的两个孩子给杀了。她觉得她不能留下和杀人凶手的孩子，最后呢她自己也自杀了。所以这个案子在这个广西这个文革以后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清查运动中间是很有名的，很有名。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他们所遭受到的沧桑啊，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就是说什么可以弥补的，它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心灵的创伤。所以这个是我给他归纳的，就是我用这么几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就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残害的多重性。好，那第二个特征呢？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讲到的，就是它这些性暴力，它一般来说有一种前世性和预谋性，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你看这些案例，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占领了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孩或者这个漂亮的媳妇儿，把他们全家都杀掉，男方女方都杀掉，这个不是灵机一动，而是怎么样呢？而是他本来就想追求，本来就想占便宜，遭到了拒绝，
遭到拒绝以后，这个文化大革命啊，就韦国清所指挥的这个大屠杀，给了这些凶手机会。那么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文革以前这个土地改革时期啊，也是分房分粮分女人嘛，是吧？这个农村的地痞流氓，然后去到这个地主家里面去，阿 Q 不也说了吧？也是说在灶台也小老婆的床上也要睡一睡啊。那么他们也是这样，但是你知道这个，等到1968年那个时候啊，那个地主的老婆都已经老了，都先老了。那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们的目标就是地主家的女儿，或者说呢是地主家的媳妇儿。换句话说，就是被残害者，被残害者，他常常是那些施害者长期以来的这个看重的性对象，或者说是他们性幻想的占有欲的对象。那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像这个广西昌浦县白沙公社发生过残忍的杀人事件，那个指挥杀人者的呢，是一个大队自保主任，叫沈春仙。那个沈春仙贫下中农了，他一直对这个地主呢，这个地主叫朱有莲，他有一个儿媳妇很漂亮。为什么？因为这个地主家里面，他常常啊，这个对农活还是很精通，而且有一定的文化。那么他的儿子呢，就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就成为什么中学的老师啊，等等。那么他当然就在这个追求农村女孩的时候，他就占一定的优势。结果他的儿媳妇就很漂亮。那这个凶手就一直到处扬言，就是说这个他是地主家，他凭什么有那么漂亮的这个儿媳妇？我们贫下中农没有。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观点。那么文革来了，这个大屠杀一来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直接跟那个女的说你必须要给我强奸。那个女的不同意，好，你不同意，他就把地主全家的，非但把那个地主给杀了，把这个地主四个儿子都给杀了，最后还是要占据这个漂亮的儿媳妇。这个漂亮的儿媳妇怎么样呢？她只能逃到她隔壁县，是她的老家去了。逃到隔壁县，她还不放过，还派人去调查，要把她揪回来。结果这个漂亮的儿媳妇只能嫁一个60-70岁的老头，那个老头也算是贫下中农，他就说我宁愿嫁给这个60-70岁的老头，我也不成为你的玩物。你看这样，这件事情上才了了，才怎么样呢？才就是说他没有得逞，也有就是说追求不成把你全部杀掉的。比如说这里还有一个例子，1968年3月啊，那个时候啊，有天等县有一个民兵营长叫王全尧，他看中他本村的有一个地主家的媳妇儿，叫王全秀。1962年的时候呢，曾经向他求婚被拒绝了，结果呢，他还是嫁了地主的儿子了，没有嫁给他。那么他好，文革中间呢，就要去强奸占有他，王全秀再次拒绝，当时王全秀已经怀孕了，他就带着民兵把他给杀了，而且呢，还不仅杀了他一个人，还把他怎么样？还把他肚子里面的孩子也给杀了。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残酷的现象。哪怕这些妇女啊，她能够逃脱他们的这个占有和强奸，比如说最后他们愿意嫁人，但是他说我不愿意嫁给你们那些凶手。这些凶手也有一招，说你要嫁人，你得付什么？付改嫁费。你看这个是非常荒唐的，就是说那我凭什么付你改嫁费？但是他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不付改嫁费，你就不能嫁人。
而大家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中间那个户口制度是很厉害的，你没有大队的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的批条啊，你根本嫁不出去。那我这里有一个材料给大家读一读啊，有账目可以这个查的。1968年5到6月呢，这个广西浦北县北通公社碧田大队的大队文革主任王作立，他指挥民兵杀光了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后呢，他们的儿女要改嫁，他就要付改嫁费。这个当时这个收了多少改嫁费，我给大家读一读啊。该大队民兵队超过地富家庭的现金有1358.4元，没收地富家庭的这个物资有165.6元，没收这个副业人员的物资有853元，然后列缩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叫这个改嫁费，他有多少呢？有大概有3271元。那你知道这个3271元，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那个农村是一笔巨款啊，大概相当于现在300多万。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残暴，这个性暴力，他不，我刚才给他总结，不仅劫市，他还要劫财，他还要害命，他还要害命。所以这个呢是第二个特点，就是他都是有预谋的，有前世性。那么第三个特点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是他的残忍性。我给他总结呢，就是说这些性暴力事件，它充分显示了施暴者的性虐待和性变态。那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特点啊。这个机密档案中间啊，有大量的未成年的少女和幼女被他们奸杀，被他们奸杀。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啊，非常之多。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就是当时比较有名的这个案子了，就是浦北县北通公社的一些凶手，他杀害了这个所谓的坏分子，实际上是观点不同的了。就是刘正坚复职以后，9个人对年仅17岁的少女刘秀兰轮奸19次，事后呢又勒死了这个少女，还把这个少女怎么样剖腹取肝，割去她的乳房来吃。你看这个案子，这个简直是你不能相信这种事情发生，这完全不是人了。完全是禽兽，禽兽。但是在当时啊，很普遍这一类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平时一直说这个最坏的不过是逼良为娼，对吧？这里就有一个中央文，就是工作组的军备材料中间，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明就是说这些凶手啊，怎么来逼良为娼。为什么中央工作组会提到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涉及到的是什么呢？涉及到的是一个相当一级的中共老干部的女儿。我给他读一读，读一读这个中央这个工作组的绝密文件所说的事情啊。他说这个广西的，他说这个临桂县法院院长刘锡成和他的大儿子3人被杀以后，留下3个子女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由于生活所迫，当时年仅15岁的大女儿曾一度卖淫来养活2个弟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这等惨事，实在令人不忍心作文。而省党委的有些人还认为这个女孩子作风不好。你看，这个一个县的法院院长怎么也是一个副团级的干部啊？
他全家被杀，而他最后的三个幼年最大的15岁是一个女儿扫地出门，被迫怎么样？被迫成为娼妓，靠卖淫来养活他两个更年幼的弟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说这个简直是我讲到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说最后我们讲到的他的这个变态性，这个大批的孕妇被杀，这个孕妇被杀常常是什么呢？常常是一人两命，就是说你把孕妇杀了，你孩子也就死掉了。而且他们的残酷啊，就是专门打孕妇肚子，造成她流产，造成她流产，所以这一类的事情也是非常之多，非常之多。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即便是对那些他们无法奸淫被他们杀害了的女性，他们还怎么样？他们还进行侮辱尸体。那个在广西这个武斗中间啊。就说你尤其是莲子这一派，他杀了那些女的，他常常把这个木条啊，把铁条啊插在女性的这个阴部上，也是表示他们的一种占领，一种占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人啊，他都是性变态，他强奸幼女啊，还吃了少女，逼良为娼，专门是刑讯逼供这个孕妇啊，最后死了呢，他还对女性的尸体进行这个侮辱。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啊，这个在这个档案中间、啊、你可以看到绝对不比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鬼子差，对吧？而且是发生在广西，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他政权17、18年以后，甚至比南京大屠杀还要严重，那些情节还要严重。刚才您已经谈到，就是说像这些现象啊，其实在土改的时候就已经发生，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实际上就是土改类似的暴行的一种延续？是，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案例中间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些凶手啊，当他们在这个分女人的时候，常常就很得意的说土改我们就是那么干啊。那个土改中间啊，就是我比如说我最近昨天还在编一个材料，是山东省滕县的一个土改中间武装民兵啊轮奸地主家妇女的那么一个案子，那个案子经过反复调查，当时后来是处理了。那个轮奸的组织者，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他就说，所有这个地主家的这个女人啊，都是属于官的。什么叫属于官呢？就说他是公共的，他是官妓。所以就是说，这个土改中间啊，比如说最近出版了一本这个当然也是在台湾出版的了，就社科院这个近代史研究所啊自孝明教授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主要讲的是紧税边区的土地改革，也就是说这个是刘少奇当时领导的土地改革。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刘少奇也很左，不是说光毛泽东左的。中共在这个方面，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一丘之貉。那么他就讲到，就是说这个紧税边区啊，这个那些土改阶级分子、地痞流氓，他最感兴趣的两件事情，就第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分福财。他对分土地不感兴趣，因为土地是要耕种的。那些人从来不是好农民。第二个呢，就是分女人，那就是说土改结束了，你把地主的婆娘、地主的这个子女啊，什么都分给他们做老婆。此外，这个最近重庆有一个独立学者，他叫谭叔，他去调查这个四川西部、四川东部的土地改革。他都讲到，就是这个土改中间，土改阶级分子的一大乐趣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只要你地主家有这么女儿或者地主的老婆是漂亮的，轮奸是他们最感兴趣，而且还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到哪怕你不是地主家的子女，他也故意查成分，把你搞成地主家，然后呢，把你轮奸致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土地改革我们至今还是肯定的嘛。啊，最近我记得好像是湖北的一个作家，是叫方方吧，写了一本书叫《软埋》，对不对？对。他就揭露了一些事情，结果还好多人跳出来说你否定土改。你想想看，这个土改那个，这个你是抢人财产啊，对不对？无论怎么讲，你还要怎么样，劫财还要劫命还要劫色，都是应当否定的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西方的理论中间有一个叫暴裂谱系说。这个谱呢是光谱的谱，系是系列的系，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暴力行为，某种暴力行为，包括性暴力行为，他以前一开始就没有得到纠正，他就可能一直发展。因为你这个施暴的人也觉得，那以前是革命行为，为什么我们这次不革命了呢？广西大屠杀有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叫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搞两次土改。你看，这个就是口号，这个口号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分女人，包括了他的这个革命。所以我这又回过头来讲，就是说你刚才讲到的，凡是那些杀人害命的人，他大多数在中共党内是有一定身份。比如说被枪毙的那个王德堂，他是武装部的现武装部第一政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另外两个人也是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民兵营长。所以虽然说我说他是非组织的行为，但是他也是有组织背景，就说这些人的身份、权力身份也是有这个组织背景，从中你也就可以看出什么？看出体制性的问题，看这体制性的问题。对，您讲得非常之精彩。刚才我本来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刚才你已经谈到了，就是因为你接触的这个国际上的对这个暴力现象，尤其是大规模的群体暴力啊，这种现象如何解读？对这种性暴力现象如何解读？刚才你已经谈到了，是吧？有一个谱系说，关于这个问题啊，您还有什么补充吗？就是从学术界的角度，对这个为什么施害者在中共这样本来是性为禁忌，对性是讳莫如深，甚至所有小说都往往打成黄色小说。本来在我们看来一点非常正常的人性的小说都打成黄色小说，但是居然在广西却竟然这样的恶性泛滥。那么这个从学术界的角度，对这种现象有什么样更深一层的解释呢？那一般说来啊，西方这个对于这种大屠杀群体性事件，就说中间发生的性暴力呢，它大概有那么几种解释。第一种传统的解释呢，我刚才讲到了，就征服者理论，也就是说我在战争状态中间把你打败了，征服了，那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要分女人，对吧？就是刚才我讲到。第二种理论呢，叫做摧残意战斗意志论，也就是说，我把你为了把你打败，我把你的妻子、把你的女儿作为怎么样呢？作为我的征服者，作为我的奴隶，来摧毁你的战斗意志。那这是第二个理论。那这个理论呢，恐怕在广西呢，这个不合适。为什么？因为广西并不存在摧毁这战斗意志。被他们强奸的、被他们轮奸的，绝大多数是什么？是一些地主子女，就是地主家的那些女性，所以她不适合她交战的一方。交战的一方有没有？也有422的，被强奸的，但是绝大少数，是少数。这是第二种理论。第三种理论呢？我刚才跟你讲到了，就是它是这个暴力谱系说。
也就是说，他有最初的暴力没有得到纠正，结果呢就扩大了。这个很简单，在施暴者来说，对他也是一种什么？一种道德的安慰。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以前是有先例的嘛，以前的先例都把它作为是个革命的行为，是我们可以干的。那我们为什么现在就不可以干呢？现在就不可以干。所以呢，就说这个大概呢是这个三方面的理论。那你比如说，你对地富反坏右，那个从来就把地富反坏右就是非人化。那你既然觉得他们是非人，是像一个猪、像一个狗一样的，那我杀掉他们，我就没有道德罪恶感，啊，我强奸他们的子女，我也就没有道德的罪恶感。那具体到中共，具体到这个就是广西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也是对中共的这个虚假道德的一个记录，一个记录。那你比如说这个文化大革命那么严，管得那么严的时期，竟然还发生那么大规模的事情，就说明怎么样呢？说明你虽然是严重的警纪，但实际上你怎么样？你内心的脑子里面怎么样？你禁不住，你脑子里面是坏得很。你讲人家是黄色的，你的脑子里面是黄色的平方。啊，你都是那些只是最激进的革命分子嘛，对不对？那你讲到皇室，你看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干了什么？他就在他那个中南海里面黑穷文工团的漂亮女孩子乱混，啊，这个甚至都赤身裸体，这个都有回忆材料，回忆材料，所以就说明了，就是说你对那些性采取变态的禁止状态实际上是禁止不了。另外也说明了所谓那些革命者的精神素质实际上是一批这个农村的武装民兵啊，杀人犯都是一些什么，都是地痞流氓。我一般老老实实的农民，老实巴巴交的张家人，他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来？不可能的嘛。从中你就可以考虑到，就是说中共在农村自土改以来，他依靠了一些什么人在管理农村？那个比原来的乡绅，也就是说比原来那些地主啊，那都是还是有文化的人，会做庄稼的人，要坏得多，坏得多。好，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也到了。就是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胡耀邦啊，他们当时这些中央领导人就责成广西改组了广西区党委之后呢，就责成他们调查，是动用了10万的干部进行了好几年的调查，为我们今天的话呢研究文革、研究广西文革，就是留下了这么一大批非常详实的材料，是一个难得的标本。对这个标本呢，我们出了46卷的书，同时呢，我们做了2次的节目。对这个标本的挖掘啊，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还希望今后再跟孙永毅教授呢，再进行下一次啊，我们还想讲这个广西的文革。下一次我们想讲军队和这个广西文革的关系，您看怎么样？好，好，可以。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我们谢谢。我们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谢谢我。当然，我们首先我是要谢谢宋永毅教授啊，您这做了精心的准备，不光是编了书，而且还准备了这么多节目，讲了这些给我们的观众讲这些材料。我们也感谢我们在电视机后面，我们屏幕后面的导播。好，谢谢。好，这个法林兄，谢谢你，你也辛苦啊。这个谢谢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对文革有兴趣、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节目就结束了，再见。好，再见。